老陆啊，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跟我来，是。 先把警察甩掉吧，我会再打给你。我是一名公安刑警，保护人民和捍卫国家的财产是我的职责。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将义无反顾，并时刻做好准备。 厅长。
有项任务要交给你，组织决定把你从刑警队调出来，秘密潜入一个特大的文物走私集团，摸清他们的组织成员和犯罪网络，时机成熟将他们一网打尽，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从今天起，我们单线联系，这次行动代号“战俘”。是。 杨洋，对不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去南方找我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等我回来，咱们就生个孩子，好好生活。保重，爱你的大树。 我替家回来看看你，没找到，孩子呢？死了，生病死了。 解决了，不过孩子没找到。嗯。
兰姐，钱呢？ 是奸货，兰姐，什么意思？就这一个，不相信我啊？军哥，财叔介绍的人，我们都相信。不过今天，我们也想看看你的诚意。 不怕伤着，就跟我走吧。 财叔的大买卖来了，石总。嗯，可以，石总。 我和财叔每个月都喝茶，怎么从没提过你啊？财叔从来不喝茶。看来石总没什么诚意。咱们走。哎，请。请。 你吃不掉啊！送钱进来，合作愉快，军哥。 全家，阿正，盯住他，交给我。阿正，你疯了！哥现在放下武器，我要更锐利的反抗。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姐，快走啊，姐！看来这消息啊是真的，我们有内奸。他说我们有内奸，知道吗？你别忘了，我的命可是兰姐从枪口下救下来的。嗯，石凯。你是不是连我也不信了？那你觉得是谁啊？石总，我刚才尿急，我上了个厕所。厕所？石总，警车走远了，咱们先撤吧。石凯是怎么知道搜捕行动的？消息是我们故意放的。石凯集团有个文物仓库，你再坚持一下。只要找到这个仓库的具体位置，立即收网。好，不过石凯非常狡猾。我会安排我们的人假扮成买家去交易，化名军哥。明白。芳芳，我跟阿正，我们俩抽根烟，马上就进去。对对对，马上就进去。快点啊！哎，好。阿正，我们进去吧。好。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帮我？哼，帮我什么了？帮你买酒啊。谢谢啊。阿正，咱们这行真不是人干，每天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哎，伴君如伴虎啊。文物走私
是很难洗白的。是啊。阿正，你欠我一个人情。我知道你是警察，我只求你一件事情，石凯心狠手辣，要是我出事，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家人。我的家就是离西川市不远的清远市。轩轩回来了是吧？哎呀，说今晚想吃的什么，爸给你做。怎么了？这孩子怎么了？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爸跟你说话呢，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为什么不开了呀？你给我站住！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那你帮我买点花开啊。大叔，咱俩好久没一起吃饭了。我知道你外面可能有人了。我不怪你。
至少不全怪你。如果我们能够有个孩子，你恐怕不会。但现在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瑶瑶，相信我。相信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这些年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你也不让我知道。阿叔，你变了，连我都不认识。你一个大男人这不容易，你拿着。你一个人带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瑶瑶，咱们两个。离婚吧。我叫岳明，是一名人民警察。岳明带着任务来到了爱民路派出所，而之后发生的事儿，让我的一生都铭记于心。就是采访咱们所里的优秀民警。优秀民警，这所里边很多啊。顾所，据我了解，您的成绩就很突出嘛，不如先采访您吧。哪里哪里，什么成绩啊？都是为人民服务。进来。顾所长，一名烧烤有人闹事了，还是那两个小混混。大江他们呢？一大早就去执勤了。让老陆去吧。是。咱们继续。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呀？说吧，怎么赔偿吧？老板，您看赔偿多少？陆哥，都是小孩，算吧。来来，起来吧，起来吧！你们两个兔崽子呀，天天出来惹是生非。说吧，谁先动的手？我俩没动手，没动手。毕贤哪来的？是不是又撞树上了？没来着。你个瓜怂！干什么？没完没了啊！我告诉你，他们两个在这，你们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们的行为已经违了法，知道吗？我拘你两个四五天，把这算清的。叔，叔，你别拘我，我俩等着回家一块儿给他送饭呢。叔，不管他，赔偿是必须要的。怎么样？我身上没钱。叔，我身上也没钱。叔，要么你借我点钱，我给你打欠条。行了。老板，哎，你过来一下。我这儿呢有500块钱，拿着吧。哎，不好意思，陆哥，我怎么能要你钱呢？今天事儿吧，我责任倒霉了。哎呀，你这做生意的也挺不容易的，来拿着。谢谢啊，谢谢陆哥。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帮老板收拾干净啊！以后都给我长点记性啊！收拾干净点儿。
你为什么老跟着我？您误会了，您是陆警官吧？你是谁？我是省厅派来咱们所学习的，我今天刚报到，叫岳母。我怎么相信你？别动。袁明同志啊，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去我办公室吧？我这不想采访您吗？采访我？不必了。小陆，这是前几天打架斗殴事件已经调查清楚了，嫌疑人已经被拘留了，这是询问笔录。那行，那你忙吧。老崔，开车慢点啊。建明，啊，朋友刚送的，我借花献佛了。哎呦，这两天我女儿啊，还就是吵着说要吃樱桃呢。那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了啊，啊，啊，对了，从今儿以后啊，别再叫我陆警官了，就喊我老陆。哎，老陆。老陆人很好，也很照顾我，我很快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但我时刻提醒着自己。肩上的使命。看着灯火通明的夜晚，我隐隐感觉到，这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女儿很漂亮啊，挺像你啊。啊，哎呀，女儿是爸的小棉袄啊。我写的这篇报道还不错吧？啊，挺好，挺好。组织已经发现了石凯文物走私集团的跨国犯罪事实和他秘密培养多年的国内文物走私网络，所以组织决定重新启动战俘行动。杨树明同志，你的掩护身份是江口市爱民路派出所民警陆建平，组织会给你介绍信，任务是代职工作在派出所，等待时机将已经逃至境外的石凯引回并抓获，最终摧毁他的跨国犯罪文物走私集团。先生，
姐姐看看二老。什么时候再来，我也不知道。其实这事儿让手下兄弟去做就行，让他怎么死都可以。他怎么死我不管，但必须我来加持。真没想到阿正居然躲在那个地方。陆警官，这就是你孩子。为什么不先杀阿正呢？不够疼。你好，这地方不能停车。好好，马上就走。把车开走。嗯。
回家。不。他们干什么的？啊？好好说，他们干什么的？站住！我告诉你，你整天跟这些小混混混在一块，你到底要不要学好？我就愿意和小混混在一起怎么了？我就是有爹生没娘养的。站住！别跑！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很严重。郑总，萱萱，你先别着急，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你爸他一定会没事的。那我爸他还能行不了？放心，你爸爸一定会没事的。郑伯伯向你保证。当时什么情况啊？这个凶手特别狡猾，反侦查能力也很强，我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还是跟丢了。歹徒光天化日对警察开枪，一定是早有预谋的。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接下来会全市搜捕可疑人员，地毯式排查。郑所，让我也参加吧。不行，你是省厅派下来学习的，你又太年轻。这个案件太危险，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可是，所长，刚才市局负责刑侦的刘副局长来电话了，他们半个小时后到咱们所里。走，回所里。这两位是市局刑警队的同志，主管刑侦的刘局长大家也不陌生，都是老朋友了。刘局，开始吧。好。
根据目前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目的的恶性枪击案件。这是弹道专家刚刚传过来的数据分析。嫌疑人使用的是 USM-191A1 型0.45口径军用手枪。根据监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嫌疑人身高1.78米左右，穿深蓝色上衣，有胡须。目前没有办法确定其真实身份。我们要加大这个区的排查力度，从外向内缩小排查范围。是。阿征就在这家医院，不过有警察，不好下手。那就让他再多活两天。这边你放心，我会安排好。已经吩咐手下去寻找阿征了，一旦找到，就按你说的办。好。石总，咱们换个地方，这有点新。想办法进医院。去医院。爸，你醒了？疼不疼？爸没事，我不疼。老陆，人抓住没有？到底怎么回事？老陆，你可吓坏我们了。老张，我没事儿，我命硬着呢。老陆，这两天让孩子陪陪你，所里会派人保护你们的。谢谢。
今天我就带他来见你。我们什么时候走？兄弟，你走吧。兰姐，我等了一天，也等很久。老陆，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刚才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医生有问题。追到了没有？没有。小张啊，我女儿萱萱在哪儿？萱萱给你打饭去了。不好！老陆，你干什么去？我得去找萱萱。老陆，你现在不能出去。你干什么？请你给我让开！老陆，你不能离开医院。哎呀，你身上有伤。月明，萱萱是我的女儿，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你饶不了我，我也不能让你去。市局领导刚走，嫌疑人就明目张胆潜入医院，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公然和公安机关挑衅。藐视法律，我们这身警服绝不允许。排查工作有什么进展？还在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陆建平的女儿萱萱。如果她真的被劫走了，现在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从目前掌握的情况上来看，嫌疑人一共两名，一名假装医生潜入病房，试图对陆建平下手；另一名呢，躲过了民警的监控，劫走了陆建平的女儿萱萱。看来啊，他们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嫌疑人可能是想通过萱萱来要挟陆建平，使他失去警方的保护，好伺机下手。很有这个可能。我建议立即监控陆建平的电话，联系市局请求支援。通知特警队随时准备出发，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坚决不能让嫌疑人得逞。是。向前看，向右看齐，向前看。月明，战斧行动是一次特殊的秘密行动。你既然是协助我的，我希望你配合我。你说。石凯现在要杀的人是我，我必须一个人去，否则萱萱就会有危险。需要我怎么做？第一，马上上报，立刻增派警力。第二，从现在开始监听我的手机，我来做诱饵。我们必须知道石凯挟持萱萱的具体地址，一旦获悉具体地址，马上行动。第三，你估计石凯会暗中监视你，所以你必须甩掉我们的人。逃离医院。对。
这颗子弹曾经救过我的命，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希望它可以给你带来好运。这次派你去爱民路派出所，实际上是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暗中保护陆建平同志，并协助陆建平同志抓捕石凯。是。月明，石凯已经丧心病狂，为了减少伤亡，我会先稳住石凯。这次行动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接到上级通知，我立刻赶往特警队接受高强度训练。我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硬仗，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这是我的使命，无论任务有多艰难，我都会完成任务的。喂，陆警官，你们要找的人是我，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妈妈，妈妈，萱萱，萱萱，先把警察甩掉吧，我会再打给你。喂，喂，报告所长，刚监听到嫌疑人和陆建平的通话过程，嫌疑人绑架了陆建平的女儿，让陆建平一个人去见他。地点说了吗？没有。石总，把这小妞干死得了。十多年前你就该死。杨树明同志，组织决定引石凯回国，战俘行动即将收网。他一个人，后面没有人。什么？陆建平从医院跑了？注意监听电话，一有消息，立即行动。是。东废弃工厂。喂，喂，师傅，去城东废弃工厂，快！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这次一定要让他们一网打尽。好的，所长，刚监听到陆建平的电话，绑架人质的地点是城东废弃工厂。知道了，一有情况马上来汇报。大家先停一下，再说一遍。刚监听到陆建平的电话，绑架人质的地点是城东废弃工厂。地点准确吗？嫌犯是这么说的。废弃工厂，出发。阿正，哦不，陆警官，好久不见。我一个人来的，把我女儿放了，有什么事就冲我来。把枪放下。不要，爸，别。放下！跪下，跪下。我去看看。把枪放下，警察，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快点！
石凯，你就这点本事啊？我告诉你，你跑不了了，放我女儿，你也跑不了了。 定时了，咱们俩的恩怨，你冲我来，放了我女儿！李开枪，我求求你别开枪，别开枪了！啊！ 石兰是我杀的，你有本事冲我来，放了我的女儿。你女儿，你还不知道吧？她不是你爸，你，我，我，还有她。 说的是真的吗？不可能！不可能！你说话呀！不可能！陪我进去吧！住手！把枪放下，这里已经被包围了。那就同归于尽吧。别乱来，冷静点儿。把枪放下。 十几年前，他都该死了，我到现在已经赚了。放开他，我来做人证。我讨厌你，打死他！我放了你女儿，打死他！我打。 第二组，做好战斗准备。是。群众都疏散好了吧？都疏散好了。郑总。 现场的情况比较复杂，嫌疑人应该就在西边的仓库里面，不过入口已经被封死。好，知道了。爸！老陆，老陆，快救轩轩呐！ 萱萱，原谅爸爸。萱萱。
你记住，你有妈妈，你妈妈没死。快走，来不及了，快带萱萱走啊！走，老陆，萱萱，走，不走，走，爸，走。杨树明同志是我们警队的骄傲，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公安事业。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杨树明同志时刻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对人民群众满腔热情，保护人民群众和国家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彰显着公安精神。这是杨树明同志的荣耀，更是我们人民警察的使命。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是真正的英雄。
走吧。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是和平年代人民公安队伍的真实写照。对党忠诚，忠于祖国，服务于人民，是人民警察始终不变的信仰。一个国家的安定，一个民族的繁荣，离不开人民警察所肩负的责任。穿上这身警服，我就时刻准备着守卫秩序，保一方平安，临危不惧，甚至付出生命。多少悲伤让希望用微弱的勇敢将命运擦亮，或许我们曾经忙着流血流汗冲撞攻防，人翻不过心中的迷惘，或许我们满身是伤，背着理想，背着批判，结果不是想象中风光。哪怕这世界现实的灰暗，常常会让我们看不清真相。谎言不能阻挡，不能隐藏，不能妥协，不能退让。热血的重量，真心的辉煌。黑夜总会等到天亮，烈烈洒满一夜星光。我们也许都。真心的辉煌，再长的黑夜总会等到天亮。